这个问题很笼统，一般不好回答。至于患者的生存期不好预测，患者这个生存，期限的长短主要与治疗手段、患者的一般情况、病情的早晚和治疗手段以及敏感性都有关系。早期鼻咽癌呢，我们如果进行规范化的治疗，可以达到90%左右。中期我们可以达到70%左右，晚期我们可以达到40%左右。总的来说，鼻咽癌总的1到4期的生存率，我们治疗过的病人总的平均下来，治愈率达到80%左右，还是一种很好的结果。所以说，对鼻咽癌患者来说，我们一定要。发现以后一定不能放弃治疗，一定要采取积极的态度治疗，以便取得一个较好的疗效。因为它的总的生存率达到80%，对所有的肿瘤来说，这是一种非常好的治疗结果。而且发现鼻咽癌以后，它不用做手术，单纯放射治疗，配合一些化疗，甚至一些我们目前的靶向治疗。就取得了很好的效果，甚至我们感到还是应该欣慰的。虽然得病是不幸的，但是，经过我们。